搞爱谈恋爱，我是小宝妞，今天不露脸，然后要拍的是农场系列的罐头猪，很可爱。它总共有这几个款式，第三款它就直接给我们看的，现在马上打开吧。有六盒，可爱。第一个是什么嘞？养鸡人，然后后面有一只鸡。哎呦哎呦，打码打码，养这样。第一款是养鸡人，他手上拿着一盒鸡蛋，然后他后面有个斗，哎，草帽非常的可爱，然后他还有只配件小鸡，很可爱的一只。马上来看下一盒吧，下一盒会是什么嘞？下一款是抽到蜜蜂的，哎呦，蜜蜂的，现在马上打开。是我们的技术还没有那么好，所以刚才不小心按到了，所以现在我们再拍一集哦。现在只有兔妞跟小宝妞，因为波妞她去上课了，所以她还没回来。等一下再给各位看一下她的包装怎样。下一款抽到的是蜜蜂，然后它长这样，它这个下面的底盘也是猪猪的，非常可爱。然后它手上拿着一个猪猪的蜂蜜，然后它带着蜂蜜的发箍，还有透明的翅膀，非常的可爱。马上来看下一个吧。第二款抽到的是这个拔萝卜，后面是长这样，哎呦，都被大家看到，长这样。下一款是这个拔萝卜，它这里有三根红萝卜，还有一个我不知道它在做什么表情的露露猪。各位，我们现在抽到了隐藏款，哇哦！隐藏款叫农场车，竟然那么幸运的抽到了隐藏款，哇！它就是一个抱着一个番茄，然后下面有一台车，然后上面写露露猪，三颗番茄，后面还有载着三颗番茄，超可爱的，对，好可爱。这款抽到的是蘑菇，它头上有一颗蘑菇，非常的好笑。对，然后它头还拿在一个小篮子，里面有两颗蘑菇。剩最后一盒了，好，我们现在来开最后一盒。最后一盒会是什么款式嘞？乡村歌手，对，是乡村歌手。他拿这个，哦，养羊没有哎，这款也蛮可爱的。最后一款是乡村歌手，然后长这样，他弹着一个乌克丽丽，然后他的这个旁边树干旁边长了一个猪猪蘑菇，我觉得非常的可爱。这些是今天总共开到的，非常的幸运抽到了一款隐藏款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开到的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